style 长这样。我们是来夸会，咱们怎么一上来以后一点气势没有？不要离他们那么远，我们在害怕什么？没什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都往那边靠，不要害怕。你们现在有没有眼镜？借个眼镜戴一下。这在演哪一出？彭于晏、余文乐等人主演的《悟空传》在北京举办首映，找来嘻哈团体红花会进行 PK。是说你有 freestyle 吗？没有什么风格能局限我。我坚信的总有一天会比彭于晏火。哎，但是彭于晏的惊人的人气和成绩就像我的人生样板。你觉得你比彭于晏火，你有没有问过我？我觉得我就随便来了一句 freestyle。我觉得你啊，接下来就是那个团队吧。哎，这个讨喜的杨迪，来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五个遇见了好几个强敌。我要告诉你，现在台上站的都是神，而你们只是普通的凡人。这个时候，彭于晏要和你们对一对。Hotel check in check out freestyle 我不会。我觉得不行。Get down.